气真有那么厉害吗？拿到这个就有吃不完的胡萝卜。团长，我们已经抵达目标地，准备。团长，你要跟紧我哦。团长和我要确认圣器的位置，你先顶一下，血条下面就是能量值，咱买一个释放中心。金锤子买卖。冒险者间会触发羁绊技能，我和艾伦都不会释放合击。我们要找的威尔大人已经吩咐过我了。老大，我看女仆姐姐，听说是一件能改变命运的宝物呢。格雷斯很高兴为您效劳。主人希望今天的下午茶是什么呢？赶紧让格雷斯加入我们的小队，点击这里就能让选择格雷斯，就可以让他上，顺便也给他升级一下吧。是，还有我，还有我，把我也升级，别忘了艾文大哥。想要让战斗更强。哇，是的呢。格雷斯是防御型冒险者，通过受击增长能量值。哼哼，小心烫哦。
无尽的严寒中颤栗吧。带上我逃出去吧！原来这他可是大，为了踏上冒险之旅，不得不采用这种冒险。请。威尔殿下，在下知道他们。团长，我们总是发不起冒险。谁说的？而且节假日没事。团长，影之恶鬼，菖蒲参上。黑夜里的事就交给我吧，当然夜班双倍收费。来了个靠谱的帮手呢，点击格子让选择菖蒲，就可以让他上阵啦。顺便给菖蒲姐姐升个级吧。是冲锋型冒险者，拥有高致命气质，往往能在守卫后释放终结技。毙命，清扫完毕。这还老大，如果完太可怕了啊。吃我一拳！刀刀毙命，还有你，逃不掉的。小心烫哦！老大，追兵越来越多，那该怎么做呢？多出胡萝卜可以。嘿嘿，是突破。老大，刚好掉落了突破才，赶紧去试试突破吧。突破可以提升。菖蒲是冲锋，每次突破，这次突破就为终结技带来了新效果呢。顺便给菖蒲姐姐升个级吧。
我一拳！嘿，呜呼，飞翔高手！哼，刀刀毙命，再来！还有你，哼，在无尽的严寒中颤栗吧！刀毙命！绝无撤离计划启动！绝不能让他们逃出去！锁定，开炮！是。啊，糟了，威尔还在船上。二妹妹一路顺风。喵喵，屋顶很舒服，喵喵，太阳很温暖，喵。在局屋，您似乎有些影之恶鬼昌格雷。小兔子白又白，两只耳朵竖三点几啦。饮茶每颗金币都有它头上的角。三在局瑞贝卡格雷斯很橘猫胖胖，橘屋棒棒。公主上阵吧，她是一位辅助型冒险者。我们在点击升级，提升她的实力吧，也给她突破吧。也将其他的冒险者一并突破吧。我的钱就是橘屋的钱。橘屋主人来陪我玩嘛。橘屋里好像发生了什么？是蜜雪儿姐姐醒了吗？你愿去触碰我这节蜜雪，多谢你继续你的旅途。希望有一天你能真的掌控命运圣器的力量，